口号是啥来着？什么真源什么飞到我心里，走进我心里那个是吧？前面是啥？前面是三鸡啊，胸肌、腹肌、大腿肌、大腿肌，顺便走进我心里。哎呀妈，自己说出来好怪啊！你口号是啥？我什么皮肤牛奶皮肤白梦妍是吧？嗯，没有下半句啊？有下半句。啥呀？要不别自己说了，你搜一下。说呗，我都说了。仙女下凡，白梦妍。这个挺可爱的。你呢？你别装睡了，我真没有。你有？我真没有。哎，你那个大熏花是什么意思啊？大熏花就是大熏本身是一种花。哦，这个意思啊？对，可以。叫你这个你会不开心吗？不会啊。那我就叫这个大熏花哥。你就叫大熏花就叫大熏花，别在后面加哥。不是，你要叫大熏哥就叫大熏哥。我好尴尬。这是个社恐路线吧？这是社死现场，在等电梯，好真实的尴尬。没人坐电梯，你一般会待在哪个角落？如果一个人的话，一个人坐电梯只要是角落，我都很喜欢。就也是在角落。对，也会经常充当按轴承的服务员。去吧去吧，电梯好慢啊！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奔跑吧，用贵阳话怎么说？奔跑嘛，一般不太会说吧，我们不太说吧。奔跑，就你跑嘛，我们不太说吧这个助词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接力自拍就是姚PD发起的。好，你好你好。我想躲在角落，但这个顶光真的是，怎么会有这么真实的事情发生？我们不打电话了，这有个摄像机，打电话。对不起，打扰您。好嘞，我先挂了啊，拜拜。好嘞。平时我们也不会拿摄像机出门了。没关系，随时才见。欢迎关注我们奔跑了，欢迎关注。你也太社牛了吧你！打扰您了，谢谢。谢谢，欢迎关注奔跑吧，欢迎关注深深。你好可怕！你怎么这么可怕？来，这边，来，我们这边想让你用你的那个圣诞片的道具来给我们做一个11季的一个魔法。11季的魔法就是，只要观看《奔跑吧》第11季的人，永远都会收获快乐的能量。永远开心的捏爆了。好，我们。是的，也没事了，人家明明就想知道的吧。我们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。低点头，低点头。这谁啊？周深吗？哎呀，这个是他。还有这个。低点头，低点头。周深。就是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告诉我这些都是群演，我能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改变了群演，全是真人。社恐人，社恐魂。我还有个易拉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有个易拉宝，我真的是绝了。我跟你讲，
你稍微给他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，很快。该怎么介绍？就是你们全身。快点给我介绍。这就是贾秀楼，然后它是贵阳典型的一个文化的标志。还有，贵州的文化最有名的是一个有叫王阳明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。他的致良知，他的所有那些哲学中心思想是在贵州这边形成的。而且好像说，就以后贵阳他会有个计划，就是会把这边会建一个关于贾秀楼的一个文化广场，会让大家更了解贾秀楼的一些文化什么的。还是可以哈，小导游成功。贾秀楼好，好景，可以，大家确实可以看一下，好漂亮。来吧，叶老宝给我们吧。我们不要放了吧。必须要放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会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太丑了！真要放吗？一定要让我这么社死？好羞耻啊！大家记得来贵阳玩儿，贵阳虽然好吃的好玩的，还可以了解关于贵阳的一些文化。看着我们有多少人，看着我们。Hello，Hello。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跟一起来贵阳玩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说，欢迎大家来贵阳，三二一，欢迎大家。谢谢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好，谢谢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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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有时候会比较安静，我怀疑他其实真的是一个爱人。我真的是爱人，是吗？是的。但是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哎，突然就对，每一次都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我第一次见左耳，我是觉得反差很大。表里不一，不是不是，就是反差。因为我对您的了解，哇，好有礼貌啊！我对左耳姐的了解肯定是通过作品嘛，就很多作品，然后觉得很有态度，然后很有表达，唱功很厉害的，又可以唱抒情歌，又可以唱跳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前辈老师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就是严肃，所以第一次见到就是。你好啊，我说好嗨的老师，然后在后面就发现主要也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面，所以才到后面见面的次数越多的时候，就越愿意跟左姐开玩笑，对，包括就是很不礼貌谈的永肘椅，哪怕永肘椅这句话也是你教我的。其实是很期待每一次知道有他的场合，我也是。就觉得那天就算是很辛苦也不会那种很难过时间。很开心。今天是一样。当然。哇，我们今天对了一整天哦。同时一整对哦。亲爱的朋友，无论你来自天南地北，只要来到东北你就到家了。对，只是我第一天来到，我已经感受到大家的热情。真的啊。真的。对，到了东北我安排。我们还赢了。关键词唱歌，根据给出的关键词唱出有关键词的歌曲。第一个词是歌词中带有雨字的歌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哦，对不起，这首歌是带啊的字的歌。啊！十二点了，十二点，下就是下，还是雨，我们就只要唱有雨的就好了。哦，冷冷雨，我没照点人找不到你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。我再给你介绍一点内地的歌。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等，等一下。刚是谁说十二点四十五十？哒哒哒，啊！看海他东追过，哒哒哒。有雨吗？那就。还没雨啊？雨还没有雨。那天气很晴哦。啊，雨，阴天不是？那是没有雨哦。雨天。
么大声的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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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马上把球丢过去。好了，唱你的了。我的雨。就是刚才的 rain 可不可以啊？你在 rain 啊？在 rain 不 rain 了。总要在雨天逃避某段从前。我向你飞，越温柔的吹。原来我们不是要折磨死对方是吗？OK 啦。颜色的歌。白灯，你是灰色的，我是透明的，我是化身孤岛的蓝鲸。哪有直接叫你颜色名字？有啊有啊，好来啊。你最后啊，我知道哎。这好像好风，连雪都开口中，能大市都这样红。你就像那一把火。有颜色吗？你就像那一把火。火是点亮了我，你的大眼睛颜色明亮又闪烁，好像天上星，是最亮的一颗，还是没颜色？红星闪闪放光彩，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，橙色的橙，橙色。OK 吗？小迷你小帅哥，沙田哟沙哟，这个是啥哟？这个是个啥哟？烂梗，好烂的梗！和你聊弟弟，快起来！这他是直接打着甄媛的脸，啪给了一下，他也不管甄媛过不过了。谁打着脸？打着了。甄媛已经被打懵了，现在。上完这个节目，再出一本书叫《人性》，通透了，马上通透。小心啊，选到砂糖橘，越炫脸越黄。那道具他不是说可以改变命运吗？改变市场吗？改变内娱的环境吗？改变内娱？你是越来越敢说了。内娱咋了？内娱完了。他一个单品40000。后面加上芒果卖10000，我们都是二傻了呀！我们俩是，钱不好挣啊。规则你熟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，这个牌子是给你的，你拿着吧。我懂了，反正我懂了。白鹿已经变成睿智的眼神了。有没有道具叫黑粉来袭？啊？这代言人都没有这个权利吗？白代言了，安慕希呀，安慕希。你什么？你给大家弄来40000，去揣你兜里了。你给大家弄来40000。Mango is my word。芒果大王。是啊。喂。要不要从南宁的郊外开始？郊外嘛，郊外，你要从郊外开始，不过也不贵。这边的臀围都要被你打大了，那反差好大呀，涛姐。3、2、1，跳！跳！这样的场面还有3次。3、2、1，跳！跳！跳！这人刚才屁股被打压，表情是哦，表情好感觉。
啥哟？画饼。有希望了，有希望了，有救了，有救了。我们这卖的啥？说。柠檬，黄金百香果。啥哟？这是啥哟？我忠心于我的莲雾，又脆又甜。好的一摔就碎。完了，开局不利，一摔就碎。好吃。真的好吃，你别再问我了，我待会儿给你示范一下如何吃。这个脆的我都不知道扔哪儿了。完了，这个脆的我真不知道扔哪儿了。这个往哪儿扔啊？这个。我纠结了十分钟。放嘴里。谢谢谢谢。啊，终于有地儿放了。我那个碎的，哎，怎么哎？哎。人家山竹，山竹，人家莲雾不好吃。不行，我放了还是在手上。哎，算了，过这盘吧。年轻就少，倒头就睡，盘然就睡着了。耶！橘子、柿子、李子、栗子、梨。他跟我一模一样。这是男高音吗？哎呀！好实诚的一下，好实诚的一声，咚，掉。哎，为啥我不行啊？你要动的幅度不够大吗？怎么感觉在腿上动？因为它已经不是圆了，它是椭圆了，所以是圈的问题。我们货源有保证，我们从 mini 那儿进的货。对，再喝一点就好了。今年来了好吧的第十二期。哇！共情并不等于同情，要明白有些人就算失去了也没关系。三，三，我去。四个山竹，祝大家四季发财。画饼，怎么这样吗？哦，像乌龟朝天一样，这样。这样我就静静了你的。哇！这起不来呀、啊！起不来呀、啊，这个。张战士，这么难吗？上一边去。魏总，哎，看一下好像你们俩看，你们俩看着都不太熟，这怎么听见阴阳怪气？听见阴阳怪气的，这个沙哥麦有说服力吗？又明白，哎呀，你到底是卖什么的？又脆又甜，好的都给别人。好吃。你的表情真的好吃，你别再问我了。我刚问这边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请嘉宾的限制也太多了。新作品必须只有十二块。让你最近身体不舒服吧，吃他家莲雾吃的。我们也好像也没多大优势。说别人是不要攻击自己的队友。十二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数字化。哇！
我们今天就坐这儿把这本书读完了，读完再出发。选好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可以用脖子？是的，用脖子。你要是把放下去，把你的脖子缩一缩啊！我都听到打到骨头了。白鹿已经变成睿智的眼神了。钱保证了，操！不然再见就走吗？来退场吧，拜拜。你现在就这么退场吗？没有人理我们。哎，你打我吧，你别爆笑，怎么被自己笑到了？把你的脖子缩一缩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怎么那么别扭？三二一，我都听到打到骨头了。直接给他下来，让他再嘚瑟。快取消他们的订单，不能让他们成，他们都有。对啊，那你也得让我们，你也得让我们赚吧。这样，我们两个给你5万块，我们俩都4万，什么外头有什么4万？4万。承诺那4万5吗？你承诺那4万5，你也给啊！刚才大家也分别介绍了你们各自主题的水果，你叫啥来着？莲。哇，想半天卖啥了？把自己当回事儿，钝感力，别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我陷入自我怀疑。明明我做的比他好，为什么他们偏爱他？这么走心的吗？我们要。椅子都倒了，张经理。哎呀，张经理，经理不好做呀。对，你得稍微冷静一点。要谈生意了。好，来吧。哇，专用支票，20万啊！别那么快，张总，这谈价得慢慢谈。不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谈下来了。4500。1000。1000，好。成交。你说了1000块。900可以，还有更低的价格吗？开始了，你们四家是竞争对手啊！这些小商贩们，这些小商贩们真是过分死了。3万的，成交，我们跟10000成交了，那后边也得垄断了。啊！20万呢？你有20万，你还成交了？加芒果4万。45000，你们两家多少？我好像参与了一场商战，这是一场商战。4万出吗？他们4万出，这真是一场商战啊！35000，没有底线了，没有底线。一万九，我底线好低啊！他们，你看吧，他们就是他让我们卖不出去，
没事，后面的生意我们都让他不成。你们这一家怎么回事？扰乱市场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呢？一人出一个还不平分？虽然就是不公平交易，你也太不公平了。充满有危险。小姐，我们两家一起五万卖给他们，我们平分。我们两万八，不是两万二。涛姐，我们两万二，你拿两万八。我们也交两万吧，你跟涛姐说，涛姐我们也交两万，一万一万，我们一万。那剩下的两千可以给我们吗？啊？你要多少芒果？十万。十万。所以就是你们现在把这单搞黄也没有必要嘛，我们就好好的聊嘛。语气越来越软。交个朋友，成哥，陆姐。啊！搞了个单子，我们最后一万。我们没有，我们零，一万都没有。那我们是在干什么呢？算盘都崩到我脸上了，涛姐。啊！九千。九千一次。七千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五千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40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3500，好，这位李先生，3500，还有没有更低的？3500，3500一次，3500，快点吧，3500两次，3500，抢单。刚刚使用了抢订单专车，所以现在这一轮的经理人成为了绿队。谢谢。我们什么都没做，还赔了个连误啊！就是谈判能力就用嘴呗。那我们退，我们退出了。我一点都起不来。我一点起不是我起不来。我离不了地，我起不来，我起不来，先生，我起不来。我的本命年确实没有超过十二，是我的。我起不来，我们组基本上放弃了，我真起不来。等会儿你先别动。老板，看看我们的芒果。不给拉倒，没有人有芒果。十万，八万不。没有朋友，商场无战友。周深吧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声音。对，你撕掉过谁吗？你撕掉过谁吗？哇，这什么语气、啊？我怎么没撕掉过谁？你撕过了谁？我来第一次飞的时候就把汪苏泷撕了。安全，我现在是太强了，太强了！哇哦，好像目前也就只撕过他。周深，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。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。
起雨落，执子手，吹散苍茫茫烟波。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。好的就放整段的，像我们都是半首是吧？还一个，我们还是好好回去演戏吧，挺好的，歌坛这碗饭吃不了。有头有尾，我们的都半首。我觉得这个衣服的颜色，哦，他们是一个队的。哇，如果你想换个颜色也是可以的。感谢节目组对一个老同志的照顾。老同志，我这唱歌不行了。带带你是不是？带带我呀！真的，刚才周深唱的时候，我一动都不敢动，怕打扰，打扰他一点点的瑕疵。不会的，人家的基本功在这儿呢，你打扰不了。我很期待你们的人是谁？那我们俩，我们作为帅哥靓女组，不能再加人了啊！你们不是美女也送吗？我们是不是也得有一个外援吧？虽然我和 baby 我们俩唱啊跳啊接家，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个，也需要一个。有请最后一位歌手带来万有引力。天空中太阳慢慢的放晴，就期待下一场大雨，我和你想在雨中穿行，收集每一个点点滴滴，喜欢你瞪着的大眼睛，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，每天拿着苹果香槟里，可爱到连吃饭都忘记。当我偷偷看你，当我偷偷的想着你，像是深奥的问题，我们的爱情是两颗星星眯着眼睛，还是命中注定我们会在一起。牛顿说我有种东西叫万有引力，我因为你开始相信那些大道理。欢迎欢迎我们队的汪苏泷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你本身也太可爱了吧。他们这抠碎的心，这不叫可爱，这叫想太多。逆什么邪？那你逆什么邪？就是撕名牌让你逆邪。对，怎么可能嘛？你想想，不一定哦。难道过了一年，我就长个了吗？对吧？就大家也不想一下，就是可以，还可以长。客观正，客观。你是还可以长你啊？你年纪，你说话，哇塞！说吧，你都验了谁？哈。告诉你啊，真的，你验到了吗？我验了，验到了吗？哎呀，这句话看来是没验到啊。我练的小童，真的。嗯，你为什么怀疑他？不是怀疑，我是想跟他一对，但是我得知道他是好的还是坏的才跟他一对。那可是有个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性。嗯，你是坏的。
看空气为什么突然安静。哦，我们哦，如果我是坏的，我还是要把它撕掉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哦，我们吃不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。你快赢一趴吧，你继续帮我测，帮我测一下。你为什么在这里砍柴围墙？你一米成功，我你凯哥那一下，我就离成功就那么一丢丢了。等一下，怎么又是凯哥？又是凯哥。第一轮在那个凯哥在俩喽，发那个柱子的时候也是凯哥把我淘汰掉的。他把丢那个柚子也是他把我淘汰掉的。啊，等一下，四名牌不出意外，我应该是挣扎不过三秒钟。如果遇到凯哥，你也感受得到凯哥有多可怕，对不对？凯哥呢，就是还是躲着点好一点哈。你四名牌厉害吗？嗯，不厉害，就是爱，就是爱，重在参与嘛。你会拼尽全力参与。我在于的是那个 process， 并不是那个 result， 知道吗？OK， 你撕掉过谁吗？你撕掉过谁吗？哇，这什么语气、啊？我怎么没撕掉过谁？你撕过了谁？我来第一次飞的时候就把汪苏泷撕了。哇！安全，我现在试你。太强了，太强了。真的哇哦！好像目前也就只撕过他。就那一次，你常驻之后呢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嗯，所以他们为什么叫我逆袭？啊，就是一期都没有撕。但你女生，你又不好撕女生。凯哥这种，就是那凯哥没办法，他太厉害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种就是一定要用脑子，不要用暴力。那我们要不要结婚？我一上车就是结盟，怎么你不想结盟？你有身份、啊？没有，我只是怕死得太快。啊、哦，死得太快，现在可以。对，那我们拉小童嘛。我虽然我不太撕得掉别人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困住他几秒钟的。你们可以抓住几秒钟的机遇吗？你是非常好的辅助，我上一期已经感觉到了。哎，我等等，等等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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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吗？就是早，你说你一次都没有撕掉过，早知道那次我让你撕掉算了。嗨、啊，没事没事，反正我二选一，我也没有选。没事，不用白撕掉。那我也撕不掉，我也选不对。毕竟今天深深的粉丝一直在喊逆袭，今天我就带你逆袭，今天我就带你逆袭。哦、哇塞！你说的是，我就带，我就带一下，就是不用，可以。那我觉得我们仨结盟，可以。有点累，说实话，我跟人刚才撕一轮了，要不你俩先撕一轮？行，那来吧，周深老师。行吧，郭麒麟真的是进脚，不参加但进在脚。不是，我那意思，我先看看。来来来来来，开始喽。嗯。你的爱这就开始。你这么积极的吗？我不想，我还没发油呢。好累，我不想，我不想。哎，周深，哎呦呦呦！哇！哇塞！哇塞哇塞！哇塞！激烈的，激烈的。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深深老师可以，来，加油，等你们哟！苏龙，苏龙，你干嘛？
王苏龙，我总是在进攻的时候忘了防守。你怎么去撕他了呢？他忘了刚才我们是怎么说的了吗？我们两个先结个盟，到郭麒麟面前，假装互撕，接近他的时候，我俩一起扑向他，可以吧？喜欢凯哥，扑向他，你知道吗？这就相当于打团战的时候，都说先打脆皮，他非冲着肉盾身上，客气了，对，就一劲儿干我。行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主要是刚才啊，郑凯跟汪苏泷这个计谋啊，真的太老掉牙了吧？他们这样跑过来，是傻的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想干嘛呀？他俩是在演吗？等会儿，我觉得像。太小看我们了。我爸是麦霸，我爸特别喜欢唱歌。我爸不喜欢唱我的歌，因为我的歌他唱不上去。我爸会唱一些，就是他那个时候喜欢听的歌。对，我不是，我在 KTV 里可能跟朋友聊天啊，吃东西。我觉得合作这个东西跟缘分更有关系吧，就是我觉得我跟谁合作我都很期待，真的是。周深吧，周深吧，因为我很喜欢他的声音，对。然后其实一直就想说要不要合作，然后，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应该会有机会吧，演唱会一定要唱的是《小星星》，这个是一定的，《小星星》。这次会是，一个比较多元的专辑，然后它内容会更丰富一点。我新歌，因为我自己录的歌有点多，很开心能够录到很多歌去给大家听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准备专辑，然后包括现在定专辑的方向，或者是在确定合作的方向，包括收歌这些阶段真的很难，但是我相信我熬过前面那个特别艰难搜集的那个部分，后面应该会非常非常快乐。大家平时想我的时候想我的时候，就大家平时可以听一下我的一些其他的平时发的歌曲，但是如果我发专辑的时候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专辑里面才是真正的我吧。Oh my god， 匈牙利简直太帅了！哇，没想到第一次退出国就来到了匈牙利，简直太炫了！太炫了！还有一句，不来了。布达佩 ，I'm here。今天我一定是能够走到最后的。Love is not kind, you can buy。You want, you can buy。大家，我看到了。是不是很好听？你可以唱完整首吗？他生气了。我太火了，全民都在艾特我。爱的你俩，妈加油！我会走到最后的，给我加油吧！我不录了。没想到第一次出国就来到了美丽的南美洲阿根廷。哦，好，背太多了。哎，跟泰国那个商场挺像哈。一些不开心的往事涌上了心头。装无辜，装可怜。亚逼，勇中军。怎么有这样的？我让你们听我的新专辑，你们让我说。亚比囧囧囧，不合适吧？超哥这个真的太可爱了。亚比囧囧囧，列队啊！哎，这什么护卫队？你五十岁以上出列，就我一个，报告。怎么还看我自己电影呢？回去。锻炼体能的，锻炼的只有一个人啊，没事。程程，你还在吗？你现在像个考拉一样。对决之前要双方进行放狠话环节，然后谁放的话更狠，这位成员就先来进行攻击。那一般我告诉你，你打完我以后，我有可能比白敬亭还难红。谢谢你帮我们宣传。来，我想想我能说什么。
我没什么作品最近。请说出一种重庆的美食。小面。担担面。沙茶。火锅。怪豆。冰豆花。烧白。哎呦，烧白是啥？热豆花。这个不行，这冰豆花跟热豆花是一种东西，我觉得都算豆花。正确。有一天你不要因为得罪不了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你就这样，你现在没有下限了。来，雨洁，温豆花，你来一温豆花，我看他过不过。冷冻豆花。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。宋亚轩。那不一定，宋亚轩那不一定能请得来吧。啊，宋亚轩应该来不了，他在别的节目上吧。能来得了啊，也人有人在那边。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。我已经想到六个了。你有很多，就他们的时代少年团。马嘉祺、丁程鑫、宋亚轩、刘耀文、严浩翔。哎，真不一定哦。真不一定哦。他确实他在别台呢，那个不行。我觉得回答错误。可以，张诗源 out。接下来，请大家依次来到我这里领取试剂瓶和你们的手机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精致啊！谢谢。哎呦，这个包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地方能放手机哈。哦，豆瓣零分，这个包。豆瓣零分。这个道具设计的有没有一丝不合理呢？然后它这块多出来一个地方也放不下手机，那它这块多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包袋还这么多，绝对是故意刁难我。是的。行，好，豆瓣见。快点回去紧急开一个豆瓣号。我跟你说，最大的那些黑帖都是我干的。我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剪出去播掉。别你说白鹿每年都给我们领回来一个女男孩见一下，就证明他戏多呀。白鹿男孩不是，是演戏的演。白眼狼。真源，你什么时候能带一个 MV 的女主角回来跟我们见见？什么？我看严鹤翔都要发 EP 了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是的。你什么时候能有一张自己的 EP？时代峰峻。你别害别人了，又喊话。他不叫时代峻峰吗？啊！就是这个无知无知啊，无知无知。没关系，大家都叫错。不光我一个人。啊、oh. ，俊峰比较顺口一点，对，牛俊峰嘛，感觉，这说明你们牛啊！我一直都以为，我一直都叫的是峰，对啊，那不改个名儿？他现在说叫时代张俊，为什么？大家说到你张真源的天下了，现在啊，因为我之前演了一个老板，我说这时代峰峻吧，就该叫时代张俊，这感觉更顺口一点。沈阳的奔跑吧录制现场，我们跟深深问好。深深，昨天晚上聚餐还念叨你呢，想你了。哎呀，很羡慕这个现场所有能抢到票的朋友啊。就是，不像我们没抢到票的人，只能来录这跑男，给姚一天做牛做马。激动呗，感动呗。感动，但是我也不太感动。你记住，这个现在上面最干净的身躯就是你，但只限于在图上。拔完了以后就不知道是啥样了。今年你大火，现在是张真火了。静姐可以吧？这个数量拔的稍微轻一点，然后时间短一点。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拔火罐，这个画面这么露骨能播吗？你以为呢？收视率就靠这个了？没看咱们的衣服后面都一排拉链，都一这开就开开了。哦，是这样打开啊？对呀。这个那我也可以猜猜猜啊，这个行，这个好搞，这个很传神，看我。
确实像，确实像。这也太难看了。十六。哎，十六，说两声，十六，你怎么没鼓掌啊？你干嘛呢？今天呢？我们赢了，你们没有掌声吗？对啊。为什么是十六？聪明，我聪明。这是范神，是比较传神啊。我真的学得很传神，我的脚，我的嘴，脚，我的嘴都是三角形。张一凡这样报幕是对的吗？请问，他这样会不会有什么流言蜚语到他身上？他怎么弄的？跟你一样那么报的。没问题，我这没问题。有人控诉节目组，他说把这孙谦这个名字写的有点像孙干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孙干。那不是孙谦啊！完了，姚一谦脸黑了，黑脸又要挨骂了。你真是唯恐天下不乱了。范丞丞的嘴就是一部综艺，这么朴实无华的游戏吗？我质疑这期节目。差评，豆瓣零分。我鄙视这期节目，这期节目差评，豆瓣零分，豆瓣零分，豆瓣差评。明明就是最后一个线索就能找到所有东西，干嘛要全量？你现在说我们这一期豆瓣能拿多少分？五星好评。咱每条知识都是从抖音上学来的。这一期也太好笑了，晨晨稳定发挥，感觉姚 PD 要被弃婴了。说英文被调侃，会担任各自 studio 的队长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你再说一遍。studio 的队长。哦，哇哦 ，English。讲规则被质疑，并配合进行 MV 的演绎。啊 ？MV？ 你想要的也太多了吧？提建议被拒绝。比如说，你们想说姚一天做节目好辛苦。什么？你自己 ？Excuse me。有这么自己 Q 自己的吗？在这个时候，那我更想说，那咱打一个为姚一天做牛做马。可以。此时爽快答应的姚 PD 还不知道马上会发生什么。甘愿为你做牛马。谁呀？你家开的？为你付出心无悔。唱出了所有工作人员的心声。所有的摄像大哥必须学会这首歌，为姚一天做牛做马。You gotta live your life,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。姚 PD AI 人生惊呆证人，这怎么是个男的的声音？变成为工业区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的一个侧影。这不姚导的声吗？姚导，你出来！欢迎大家来到红梅文创园，红梅牌味精的工厂旧址。好真啊，他的手。姚 PD 已经被替代了吗？姚 PD 最新参演作品《奔跑的疲惫》是这样诞生的。白鹿模仿姚 PD， 相似度可以说高达100%。你是姚一天，然后我不要，我不要，坐，坐，干嘛？好好，你们好烦啊！好，我套了。You gotta live your life,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, you gotta give it to me。同队表演时，姚 PD 满脸拒绝，但还是配合了。疲惫这回真的奔跑到了姚 PD 脸上。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。这一组零分，这一组零分。这都是效果吗？你还真魏大勋可以不用飞行啊。确实确实确实，我俩还是得常驻。你从什么公平公正的评判中？跑男团这群活宝太逗了，不敢想象姚 PD 过的都是什么快乐日子。是这个，这个是这个，这个，喂，这个这个，够仨够仨没有？这个这个这个，够仨够仨，来来来，再说够仨，够仨够仨，这个这个这个，来三来三。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，两个决定不停叫唤跟他归家。谁要你们这样啊？三个三个，在干嘛？大哥，你们怎么像我哥的？三个。浪漫情人爱我吗？根据任务手机提示的地点去进行采集，听懂了啊？听懂了。再想，我们当中有几个夜行人？哎，下面就等你说那句，而你们当中混入了几个夜行人？
请说出你觉得可以邀请到跑男来玩的嘉宾。严浩翔。哎，真不一定哦。You gotta live your life,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, you gotta give into the crazy. 我这一棒子下去，让你退出时代少年团。范丞丞说的。来，然后张震源说正合我意。张震源说我要 solo 了。这样说，丽飞，我走了。不关我们事儿，不关我们事儿。姚一天给我发的剧本在我兜里。姚PD被扎心的日常真的又惨又好笑。被晨晨队道具差，继续，服装差，措施差，环节差 ，PD 差。你的每条知识都是从抖音上学来的。晨晨对完白鹿队，小月范心啊。别着吧了，好硬啊，像这个硬帽一样。以为的默契被遗忘。凯哥和晨哥这地方熟悉吗？啊，来过吗？15年前来过是吧？不会吧，你没有心。撕名牌那期，还有超能力吧？游戏环节直接被反拿捏，赞的预感。我们第一题就当测试。和范丞丞互对，这个包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地方能放手机哈，绝对是故意刁难我。是的，行，好，自办去。我跟你说，最大的那些黑铁都是我干的。我这句话一定要把它剪出去播的。别。被潮汕渔阳笑死，东北好哥俩上演了一出连续剧，特邀主演姚 PD。 谁叫姚一天啊？咋的？咱们的总导演叫姚一天。那个要报仇啊还是咋的？是你说潮汕率先开始，此时的姚 PD 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有个朋友渔阳给你带个好。等渔阳来了，又姚一天。在这儿呢。那个乔杉让我给你带好。又来了。接上了是吧？啊，接上了，接上了。姚 PD 讲规则，我是专业的。我要搞清楚什么叫成本，什么叫盈利。成本就是你们的货物，我们通过所有的任务来赢货物，这就是你们的成本。他拿错了，你把锅盖还给我。没拿错呀。有两种包装的，一个是找金罐的，还有一个是钻石包装的。PD 今年特别严格，抓犯规一抓一个准。姚 PD 的眼睛就是尺。晨哥，你正视一下，你别提写账，我就算犯规啊。是这个吗？不是。什么在话？因为你们提醒了，不算。他没有提醒。晨哥提醒了，一直在说不算，这真不算。谁都别想逃过姚 PD 的眼睛。作弊。作弊。我没说话啊。你用眼睛说话了。我说这是什么？走啊。掉了，暂停。那么你们去练习一下，你们实在是太没有默契了。离得最近的应该就是深深了。鬼子，鬼羊。爽爽的贵阳。哈哈，你提了深深。你们去那几天最热的几天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深深，我们还在那唱爽爽的贵阳，结果我后面热的流汗。我也唱得很尴尬。很不好意思唱了，但还是很感动。就去过一次重庆哈，奔跑，好像还是很早的时候了。不止吧？那得问他。凯哥，哎，你们是不是就去过一次重庆？重庆好像只去过一次。我记得还是科技馆那期，我看得很认真。在啊，对对对，就是狂撕，是不是？半个还有技能那期，撕了10个小时。
10个小时，因为他有一次复活。啊，那个谁的技能？乾坤大挪移还是？乾坤，不是大挪移，乾坤或扭转乾坤。哦，那我想起来了。扭转乾坤，杰哥从头再来是吧？从头来一遍。啊，就是那些。撕一晚上告诉我们重来一遍。那我想起来了。饿10个小时，那10个小时，而且第二天我过生日，啊、我记得特别清楚。那肯定因为没有我，要有我半个小时就解决了。记得特别清楚。尼莫，尼莫是健忘的那个叫尼莫的吧？哎，那条鱼。尼莫是不用了。没有人看过《海底总动员》。海底总动员。好熟悉的动画片。是海底总动员吗？是。但是他太年轻，他看过吗？应该看过吧。海底总动员我都看过，肯定他也看过。你俩没差几岁吧？3岁。哦。我看的是喜羊羊啥的，我这年代也是看喜羊羊的。哦，你在后边了，你先正式的已经开始跟我们在一个车上了。什么意思？那我先适应一下吧，哥。不然呢？还有什么？我先适应一下。你多大？多大都不知道。20，20，二十了。哇，2003年呢？对啊，刚好20。哇，2003年啊！2004年我都上大学了。哇哇，我4岁。啊，凯哥上大学时候整整4岁，我的妈呀！真正的老年人都没说话呢。凯哥上大学的时候，您在？啊，04、03年都已经结婚了呢。没有没有，你别，你这瞎说，好像我是二婚似的。我01年大学就毕业了。01年，我97年上大学。你毕业了，他们还没出生，程程在拍《周岁照》。差2代人，现在大学生结婚让生孩子的话，我们就是跟他们爸妈一样。天哪，头怕呀。好可怕！那可什么怕呢？可怕！你也有我这一天。我有，马上到了。明年的事吧。啊！太快了吧！这个好难唱，比那个喂难唱。那是啥呀？我们好像有这么一个歌，这哪首歌呀？这个要开多久呀？1000年以后，周深呀，我今天看到他们你的那个拉的那个，他们写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，我笑死了。求求了，你念出来更感慨。他说这个时代不能没有周深。哪儿啊？就他那个横幅，我看到一个戴墨镜的，然后一个特别大的头。西南王子，这不是亲耳听见自己的应援口号的 reaction。你发啊？你发啊？其实我发明天那个，明天那个帅一点，这个。诚邀一个人帮我们举一下手机。不行，这不好看。这样的话，排除所有。我来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。好，开始吧。3、2、1。看看，
我在后面配合表演。写的怎么样？可以。你要再保一下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觉得可以啊？嗯，那就这样了。谁来过南宁啊？我。你来干啥了的？拍戏。南宁、桂林，然后还去过阳朔。这马老李头真是阅历丰富。有没有吃螺蛳粉？今天吃。吃了个粉。我早上吃了个粉，有点臭。这是蚝油粉吗？老友粉。就老朋友才能吃是吗？吃完变成老朋友，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味儿。你知道吗？在法国都能吃到，在巴黎都能吃到正宗的桂林米粉干拌。太搞笑了，深深那个深深说什么爽爽的贵阳，一去30多度，没毛病。不要再说了，给我们热的，我们换个话题吧。确实呀，确实爽朗。说到后面越说越心虚，爽爽的贵阳，有机会也一定要来爽爽的贵阳，流得很爽，汗流浃背了。哎，羊驼！哎，快看羊驼！看哪里？昨天看到他。羊驼，羊驼交给。哇！鼻子为什么会这样？怕他朝别人吐口水，怕别人吃。新一季大家第一次相聚，各自的新鲜事可以分享分享。来，真源你先说。我先说。你最新鲜。你昨天从哪个岛上偷渡回来的？我昨天去旅游了，体验了一下生活，感受了一下如何从无到有，从……他居然真的一本正经的，真的在介绍那个节目在干什么？我没有啊，要真介绍我就不这样介绍了，从无到有，啥都没有，荒岛求生。对，我晕着过来的，每天都在摆着摆着，感觉日子越过越……黑了吗？看我手的肤色就能看出来。我去旅了个游，我比你黑。你去哪儿旅游了，露露？去大理。在大理离这儿不远。28张自拍吗？少刷点微博吧，反正。为什么就一次性发28张照片？的心态是，一次性发完就省得再编辑一次。没有。就是好照片太多了。对，不想那个，哎呀，有些什么留着。这边是不是跟你们家有点像？吃饭什么的，饮食习惯像吗？行吧，就是吃辣。辣。你好像瘦了，你往我奔的瘦了。我一看你一共就60多斤，还减肥。我俩给我这也太卷了，我这。我再没有，你不要瞎说。沙哥确实瘦。沙哥瘦好。这么点一人还要瘦出这下颚骨。转移重点。沙哥，你再这么瘦下去，那个我们在玩古装的时候，你必须得戴头套了。我不仅戴头套，我还粘大胡子去。现在不是流行爆改吗？沙哥现在这是爆改以后的样子。对，沙哥也上了一爆改，姓都不用改了吗？你这么瘦下去，只能走偶像的那个路线了。你让他们聊点什么，就是自己有意义的生活，啥也聊不出来。你要说踩过我，你看看这家一个个的。别人应该请一下那个姐们来，是不是？应该那个爆改的人，然后咱们10个人化成，就感觉。我觉得节目组爆改我们，可能是往丑了改，应该不会往帅了改吧？我们互相爆改，互相爆改。我改成孙雨琦，孙雨琦改成老沙。对对，就应该让他给咱画那种，对，有意思哈。你改成周深，周深改成白鹿，周深改李晨。这个是怎么改？得穿一个肌肉服。哎，咱们真的搞一期这个挺逗的吧？我觉得又为了节目提供了好多的内容，人得用啊，好多内容。让他们这都啥玩意儿？好东西人能用？
我觉得也可以。又增加预算了。凯哥，之前您说预言白鹿这个破译，然后你们预言一下，再接着我们的节目。我们的节目用他不是用预言的方式，是靠一指禅，靠弹脑杯的方式。来，下一个是谁？这一指是1亿的播放量。一会儿把姚一天叫过来，我好好谈谈一下。那我们一人谈一下吧。对，以防万一，一人谈一下。那可以。就是谁蒙中是谁的。谈一下就过1亿，你说我这。反正我们统计了一下，你主演的电影的票房150亿左右。1亿啊！加油！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。还有50亿就超过我了，好卷，好卷啊！向我哥哥们学习。沙哥问一个问题，比较犀利。哦，在微博上刷到一个热评，说沙老师要退出跑，要留在王。你要下车了，哥哥。你怎么出现在了这里？可能沙哥半途反悔了。这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怀疑是你们做的假新闻，为了博点流量。这跟我啥关系没有啊？怕刘家呗。主要要蹭你的流量，这我不知道这事儿都。那如果知道，如果这两个录制撞档的话。这个问题，镜头给我怼上特写。这两个，拍的每个微表情。这两个录制不会撞档，一个是上半年的第二季度，一个是下半年第四季度。精心的选了一下，完美的做过去了。我还期待有一个第三季度的节目出现。我们其实都准备了一些汗流浃背的问题。啊，其实都准备了。哎，还快到了吧？应该是吧。帅哥，前两天，你说，我看看有多汗流浃背。就前两天我们在微博上刷到一个，说奔跑吧是您和凯哥的养老模式。哎，要能是有个养老保险也不错哈、啊。你说这个年代还有谁能在工作上能有这么？编制，这种编制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以前叫铁饭碗，对吧？编制，这是同志们加油，考个编制啊！那我们还得几年？奔跑吧，铁饭碗。问一下深深啊，跑不过去。大家有没有想问深深？那个周深演唱会。反正没有给我们票，我还没宣呢。什么时候开？好好面对镜头，好好说一下。好好做一个承诺呗。我们这节目什么时候播？什么时候播？你什么时候开是吧？对，什么时候播？四月末吗？啊，四月那还没开呢。计划几个城市？暂真的要回答这个问题？城市暂时。不城市。正是，正儿八经的突然到我这儿变成采访，好，希望大家支持我，谢谢。耶、yeah! ！好，分别都在哪里？这这么细致吗？全掉了。谢谢，我爱你们，奔跑吧。雨琦要发专辑了。对。哎，昨天晚上我们还是有幸提前啊，这个感受了一下。我们昨天已经听完了两首歌了。哇，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啊。Solo。叫啥名啊？叫 Freak。Freak。4月23日。哦。那我也要发专辑了。啊，深深也要发专辑了。又演唱会又专辑，今年我这专辑隔了7年才发。哇，对，隔了7年发的啊！唱一句呗。
不好吧？好尴尬的。感觉吧。好尴尬的。提前为演唱会打个 call。我得庆祝一下出道10年。哦，十年。啊？申哥出道十年了。我都出道十年了。哇。哟。你跟跑男同岁啊？对呀、啊，我出道那年就刚好就是跑男的第一季。是吧？是。那你也是看着，还是很有缘分的，看着跑男长大的，必须的。十岁那年申哥出道了，你也是10岁出道？不是，我们是10岁进公司，10岁进公司开始练，可能11、12吧，差不多这个时间。10岁你们就进公司了？10岁我都不知道公司是什么，被挖掘了。被拉进去了，对。被挖掘了。那个时候就开始天天没日没夜的训练。10岁练声乐和舞蹈，对，然后拍东西露出。那你今年还真挺忙。嗯啊，就这俩，够的忙了。各城市，每个城市几场？应该就一场，我的歌太难唱，拍不了。你都卖完了吗？票？我还没开宣呢。问一下深深，这一季一上来第一个想撕谁？我第一个想撕谁？这是我可以选的吗？你都撕过李晨的人了，你还有什么想撕的？我的老愿望就是第气到不要第一个被撕，不要第一个被撕。对，反正我第一个想撕的是白鹿。是为了报仇吗？给你。就是想到台兰那一期。台兰。我的心给郑恺撕了个一脸懵。啊！台兰真的太烂了。你这种心态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一季都跟我一对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这种事情不会发生。一会儿我就跟姚一天。我今晚就跟姚一天讲。今晚我就跟姚一天好好谈一谈，谈一谈。大家没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主题啦，或者游戏啦，或者许愿啦，都可以直接姚PD就能听到。他能听到，他现在听能听到。姚PD，你把车停一下吗？司机啊，开着呢。姚PD在开车呢。姚PD在开车。还好没有说他的坏话。如果要是今年问我对这一季有什么愿望的话，你对这一季有什么愿望吗？还没想好。这皮儿有点厚啊。我的愿望，有一些相对公平一点的撕名牌吧。相对来说公平一点，相对没有绝对，相对一点。这给拉市场来了，这是。咋的？每天我早上这个时候去的地方，找事儿啊，猜一场。没想到南宁了，还是按我的生物钟。怪不得我说今天7:30就起了呢。哎，你逛菜市场吗，老沙？逛，北京没有菜市场，现在就去超市买。以前北京有一个，不是那东郊市场吗？北京有吧？有菜市场。我现在我有时候还去呢。东郊市场。你去菜市场？去买菜。你买菜？啊，你做饭吗？自己买菜。我跟我助理一块去。咋的？嫌助理不会砍价是吧？希望在推理的时候我不丢人。金书燕那期给我吓死了。啊、你记得吗？主要是宋雨琦给我玩了一手，你们输了。你们输了。啊啊！你们输了。啊啊！我们输了，把晨哥吓坏了，一把给我说到，我唰，我整个汗毛全部竖起来，错过了好多内容。我当时跟蒋龙，我俩完了，完了，推了两天，真的是推了两天，整整推了两天。我上一季，我每次都是把后背展露给你，永远都是一个大耳刮子似的，啪一下就上来，就一下就没了。雨琦真的是不能相信，天使的面孔，恶魔的心，骗人精啊！真是得了吧，这车上有什么好人吗？全员恶人。
六点半。平时作息规律可以分享一下。一点左右起床，然后开始吃今天第一顿饭，然后下午6到7点，然后吃今天第二顿饭，然后吃完饭之后就可能就打打游戏、看看电视什么的，然后大概2、3点左右睡觉。就没有第三顿饭了？没有，一定是两顿。我们在车上给你准备了2个当地的小吃，热马蹄糕，热的，所以它这里面是马蹄，对，对，有马蹄。很多街边卖的可能还会裹上一些黄豆粉，我很爱吃黄豆粉。嗯，好吃。早知道我早上不吃那么多，我吃了2碗粉，我吃了一碗炒的老友粉，然后吃了一碗带汤的老友粉。酸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跟水果腌制的。能看这是都有什么？哦，这很像那个泡菜的味道哎，我可爱吃这个。嗯，这边呢，它就是一切都可以做成酸野，就是它会放一点白糖，放一点醋，放一点辣椒，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拌在一起。这个我喜欢，因为我很能吃辣，我就觉得它就酸酸的。嗯，可以这种解释的。这个李子有回甘哎，我口水现在是甜的。你平时会对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感兴趣？体力类的吧，但其实我体力很差，但我对体力类的游戏比较感兴趣。很喜欢滑雪，然后我出去玩也特别喜欢做那种很刺激的项目，但我现在最想尝试的就是跳伞。那应该来跑男没有什么是你害怕的项目的吧？有，我害怕撕名牌。你跟我们的 MC 真源是同一个公司的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是你们的第几次见面？我们见了没几次面啊。那你有去跟真源取个经什么的吗？因为他们有经验。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经验就是都比较适合自己，然后可能我这一次来没有什么经验，那如果下一次来我可能就有经验。嗯，别人的经验可能用不到我身上。我觉得每个人用一个词形容一下森哥，我觉得就古灵精怪吧。然后沙溢哥就是很随和。嗯，小张我们没有就是说一起录过节目，但是只是听说他力气很大。然后其他人我都不熟悉。嗯，哎呀，新的一季第一次拿到身份感觉如何呀？就是感觉很兴奋。是吗？嗯，那你就暴露了。暴露了，我们是在找队友吗？不得。哦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队友是谁？啊，赶紧，咱赶紧相认，之后好办事儿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不能炸人呢。我怎么会炸人呢？我什么时候炸过人呢？妈呀，你回去自己看一下你的节目。好意思说，我是老实巴交的。我老实巴交，老实巴交，你中了哪一个字儿？老老也没算太老，还可以。你是卧底吗？我刚想问，所以你是卧底？我真不是，你看我像我的眼睛，我真不是。你的眼睛不会骗人，我真不是，真不是。你是不是？我当然不是了。不行，我们一个公司的不能互相猜测。是，接下来不说两家。我们要站在同一边。我觉得前面四辆车里至少出3个。真的？你对他们就是都了解吗？你说了解吧也了解，不了解吧也不了解。但我感觉申哥很有问题。完了又来，我每次第一个怀疑的就是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两个就先锁他。周深今儿是好人坏人啊？我什么时候当过坏人？哎呀，看看看！
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孩子全学坏了。沙哥现在是好人，全学坏了。你就不能贴脸，这现在都玩赖呀，现在这出来了都不在节目里头分析，然后出来贴脸。我没有贴脸，不是你一上车问我好人坏人了吗？我就问一问，我就看看你是不是我的同伙啊。是不是呀，我怎么能告诉你呢？沙哥你是好人，我真是好人。居然不看我一眼就说这句话，哼，没有必要，就看感觉像做戏了。好人铁好，从出生到现在40多年一直在做一个好人，表里如一的好人。你这句话是不是怎么了？你是一个好人，好人是这世界上的混蛋。那我只能……我现在跟周深在一起，我这歌都要长进了，就进步了。那我有这个素质，敢大胆的停顿，放声歌唱。莫名其妙，现在华语，不听，我不听。我本来是不怀疑你的，我是逗逗你在车上，但是我现在感觉到你的疑点是有的。怎么会呢？我呢瞎踩了一脚啊，我原来是怀疑李晨儿。为啥？这个下达任务这个时间太长了，就是为什么太长了呢？就是需要解释。坏人啊，太脑瓜的反应太慢，听不清规则，听不清规则。会经常在李晨身上发生。我居然觉得是，就认可。因为如果是凯哥，他会说算了，玩我就知道了。对，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，他就上来就踩我。嗯，朋友，你是几个球啊？嗯，不都撒球吗？啥色儿啊？刚刚大家见到了一片红心。坏老头，别演啊！肯定是你，所以我就觉得他特别的有疑点。真源感觉是好的，因为他就是进去第一反应就是，申哥你是坏的吧？人都太远了，我看不到大家。那哎，就感觉露露今天一直想离开人群，不太想让大家关注，就是注意到他的一些细微表情，是吧？观察观察，就这几个人都有点可疑。李晨、白鹿、周深，就这几个人，周深和白鹿是贼中小贼。我们没有贼中贼，人家是谍中谍，他俩是贼中贼。不要问题，你的晚安洗去了。哇，打了。黑的哥和我果然不一样，那可不。陈哥，你今天精神状态非常的不一样，我觉得你今天有问题。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相信你。准备用这招把我震晕，免得自己露馅。我们不相信吗？真的？怎么说？说，有没有信任？我能信任吗？能信任啊！不要欺骗了，好不好？能不能相真正的相信一次？我前上一不会不会，我又把我的后背给你，让你又给我撕掉，我真没有办法信你了。你要不是坏人，我就不撕你。你是不是？我真的不是。我真的，我也真的。我真的不是。姐不，今天这个结盟啊！真的结盟一下。我跟深深说，把你拉进来。深深，你觉得深深是吗？不是，他肯定不是。我现在不太敢相信米奇姐。是的，我也其实有点。说着说着有点怀疑语气，他肯定不是。我刚才来的时候跟雨琦一辆车，我上来我就扎他了，我假装是他队友，我说你看我们俩坐一辆车肯定是有原因的，把安排在这儿，咱们赶紧相认一下吧。哎，但是赢不了吧，我都已经锁定出来了。真的？真的，但没人信我。你说我信你。我是用直觉来判断的。白鹿100%，李晨60%吧。那个人我没找着。
我先把话放着啊，咱们最后剪出来看啊。就这一波，我就直接相信你。这衣服做了一个月，手工定制。这个，你看你的刺绣，你这个刺绣也很复杂了，好吧？这全是那个镀上去的。全是手工绣的。对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穿这个，我感觉很自信。怎么了呢？怎么自信了？有种古代的小王爷的感觉。接呀、啊，这话你为什么不接啊？哇，好高贵。那我是？你感觉像去结婚的感觉。落跑新娘，我现在。落跑新娘，头饰刚摘了。刚摘。落跑新娘。黄昏。